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红色百褶羊，在 IG 的朋友看，希望你们会觉得颜色很美。这款呢，其实是我觉得蛮适合现在12月圣诞节的时候穿，因为其实它这款没有很 over， 我知道这是属于我们 BU 家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张扬的款式。那它一样的，它没有分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的这个腰带这边是你可以自己绑的，所以从 S 到 L 都可以穿，甚至你是 XL， 如果你就是想要挑战的话，其实它还是可以，只是可能你们肩膀跟胸的部分会很紧。那 S 号到 L 号是没有问题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穿起来的感觉。然后它的百褶就是那个角度，我觉得蛮美的，就是会穿出那种飘逸的感觉，有那种女神感。另外呢，它这款它的上半身其实是做像这样有点衬衫领的感觉，所以就是变成说，整体散发出一个比较知性的效果，就是不是说很张扬啊，然后就是哦，你一穿出去就是它变成万众焦点的那种款式，不是，它其实就是比较知性，然后呢非常修饰身体。